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我身边。好不好？好不好？到底什么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比较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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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预测？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
hey, 大家好，我是王仲，在我身旁是阿基阿奇诺。大家好。耶、yeah, ，然后不好意思，那个他的手风琴可以送地方多一点，谢谢。听。嗨。嗨。大家还好吗？好。哎呦。啊？赢球开心吗？开心。太好了。Yeah! Yeah! Yeah! 好，那我们就带第二首歌。为什么笑？好，不然第三首歌好了。今天一共准备了非常多首歌，大概有三首。所以我现在就要唱最后一首了。大家赶快听完，赶快可以去吃晚餐了，好不好？好，第二首歌。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可以呀呀咻啦咻起咻啦咻起，都会的咻啦咻起，咻啦咻起，只会的我会打拼，打拼只都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都会的咻啦咻起，咻到过敏，希望我会跟作弊。在我身边。如果我也变成一条鱼，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未来多美好，不想要一个人承受。我对你的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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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刚刚那首那个快板的鱼仔，其实是我第一次现场演出，对，很开心是跟我的这个同乡们分享。Yeah. Yeah. 然后刚那个地板的风格，我可以再打大一点。那个上一次，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草那个同一色草地音乐会。我也是。上一次我带的 full band 就是有鼓手、贝斯手跟一样有 Archino。那为什么这一次只带他呢？就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心结。不是。是因为阿基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完他们其他人做的事情。没有啦，没有啦。真的。刚大家有看到他那个就是有手风琴，然后刚有看到他速弹的笛子吗？有没有？老师刚速弹的笛子，大家好像不是很清楚做什么，要不要再为大家？老师慢弹。速弹。谢谢。哎呀，阿Chino同时也是那个一个乐团叫十九两乐团的主唱，然后他们最近出了一张新的专辑，我觉得非常好听，是我今年2020年听过最好听的专辑。谢谢，在这边强力跟大家推荐，这个专辑名称叫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只是一个故事。没错，如果你家里面有大人或是有小孩，我好像讲一句废话，不过没关系，这是一张非常适合大人小孩听的专辑，非常灵性。大家如果可能某一天下班回家觉得啊，我的内心好不太纯洁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出这张专辑，放出这张专辑来洗涤你的内心的这个好不好脏污，非常推荐。好，那我们就继续唱歌了。大家中秋节还好吗？好。对，没有例外的话，在台南通常一年会有一次中秋节。你们都有过到吗？太好了，很高兴今天看到你们。耶！那如果明天看到你们，我也很开心。所以下一首歌。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虽然有一些人离开，但也有一些人来了，像是我妹妹，她怀孕，她最近这几天就要生了，所以我要变成舅舅，所以yeah, you know, 世界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新陈代谢，不止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这个人跟人之间啊，树与树啊，这个器材与器材之间啊，然后去了跟乐手之间也会有一些。新陈代谢，yeah, so. Yeah, you know. Yeah. 那个他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然后有一句台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因为他有一首歌是在讲海洋，他整张专辑就是在讲在海底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海洋生物因为在海底里面没有一直线的前进，因为会充满各式各样的洋流，所以海洋生物要做的事情就是。活在当下 ，feel the vibe，you know，feel the vibe 就是感受这个频率。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感受，因为我的那个零钱一直从我口袋掉出来，所以我要唱这首歌。这首歌我然后讲一下可以。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举手问我。交女朋友了吗？还没。还有问题吗？好，我们先唱歌。好。记得那天。
金色的侧脸，踩着纯白球鞋，风继续吹，世界继续醉。今年就是本来去年就在打算今年中就要发新专辑的第六张专辑，但是因为我的零钱一直从口袋掉出来，所以可能要再等一下才可以让大家听到新专辑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吗？可以再唱一首吗？啊？再唱一首？可以唱一首新歌吗？唱十九两的新歌，有什么很好听哦？什么事我都讨厌，我说什么事我都觉得烦，这里我一秒都不想待。什么事我都讨厌，我说什么事我都觉得烦，这里我一秒都不想待。谢谢。我的歌也蛮好听，新歌，所以接下来就来唱一首比较新的歌。在这之前，其实我这次回来那个台南度假非常久，也不是度假，就是回来过中秋节，因为我每年都会尽量回来过节，因为中秋节是我妈生日。
刚好他一年也就 只有一次生日，所以但是因为我每次回台南，就是我都会很懒，然后不出门，所以我都会在家不洗澡这样。然后我妈就会很嫌弃我，因为你们觉得没有出门还要洗澡吗？要，不用对不对？我听到有人说不用，不用对不对？我就知道。然后我妈就在我有一次，我只有一天没有洗澡，她就说。电视看起来就不太好看，结果本人看起来更丑。我想，我怎么有人这么嫌弃自己的小孩？干嘛这样？于是他在嫌弃我完之后，我们就去那个新达港他的海边吃饭，然后想说刚好可以看一下那个日落，我们就在那个海边看这样夕阳掉下来，觉得很浪漫，刚好可以补充一下氧气。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几个在海钓的少年啊，就过来问说。哎、欸，大哥，你是不是你身上夹心如网状哦？然后因为我很邋遢，我用发箍这样，然后又没有洗澡，我说我、哦、不是啦，你是不是啦，不是。奇怪的故事。所以如果下次你在台南发现，哎、欸，这个好像很像如网状，可是它好像有点邋遢，就大家就装作萍水相逢，不要再认我这样。我不想说谎。好，下一首新歌是这首歌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好，但其实我一开始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看这个歌词，我想这是什么，然后后来去看了电影，就大概可以比较。知道他想要表达情境，但因为我很少唱不是 我自己写的歌，所以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去猜这个作词人 的感觉。虽然 有几句歌词我其实不太明白他要讲什么，但我觉得音乐 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就是即使他有时候词意不同或是他逻辑是不顺的，但是他总可以好像是某一个钥匙，然后可以打开你心中的某一道门，然后通往某一段往事，然后听完这首歌你就觉得、哦、好像充满了力量，所以希望接下来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带着这个过往回忆的力量继续回到现实生活，然后让我们把明天跟接下来每一天都把它过好。这首歌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Yeah， 等一下我是跳音，所以大家说这个时候呢可以跟旁边的人这个闲聊一下。大家等一下晚餐要去哪里吃呢？你要去哪里、哦、这样子我们要去哪里吃？因为我们都买不到回去台北的车票，所以我们今天会在台南过夜。好好，老师请走。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次。
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谢谢，这是我第一次弹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有很多发展，你知道吗？想知道？它可以变成。
印证而已。不管怎么样，这个对同一时间赢球，耶！耶！耶！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了。好，希望大家在这个2020还是继续要这个保持健康的身心灵的健康，以及可以愿你们时常宁静，有这个 inner peace 内在宁静。然后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由我们这个身兼数职的 Achino 来负责这整首歌的伴奏。好的。那他们10月9号在华山 Legacy 有他们19号的表演，可以是这个华语音乐的诗诗般的演唱。如果你刚好人那些人在台北，一定要去看，因为我也会去。Yes， yeah， 其实我 yeah， 每次踏上球场，我就想说，哎，其实我以前也想要幻想成为职棒球手。但是因为我的零钱一直从口袋掉出来，所以如果10月9号刚好在台北街头的话，刚好如果你的零钱又从口袋掉出来，就可以把钱拿去买19号的演唱会的票。好，这一首歌祝大家都可以新年快乐，中秋节快乐，生产顺利。如果不能有胎儿的话。如果想要生小孩，想生小孩的也祝你们。我要讲什么？祝大家等一下晚餐可以吃的超过50块。什么鬼啊？对不起，我太关在家太久，没有跟人群沟通，突然丧失了沟通这条这段桥梁，下次会更好。下次我也带着我的新专辑回来。在这之前，大家要保重，好不好？再次感谢同一次的邀请，希望你们可以一直赢球，耶！这就是首歌叫《Oh Yeah》，Let's go。
唱歌哦。大哥辛苦，辛苦了。好，赶快让把课唱完，让大哥可以站起来。好，好，我跟他讲。你说你说你喜欢我，我同意是一种装。谢谢你们。